可以彈到嘅嘢先。就係呢幾個啫。但係即係你去到演唱會嘅時候，你係要彈成首歌的。應該只是開始的。他要叫我學跳舞，我自己其實跳舞都不是太有天分的，那今次真的第一次在個台上真的練一個舞就跳，是真的第一次。因為他都挺了解我的，所以其實他最需要我做的就是準備個心態咯。因為我是一些比較容易緊張的人，因為我緊張就會崩緊，所以他最主要就是希望我可以在這個 show 裡很釋放，就是表現出自己平時不會 show 給觀眾看過一面咯。他今次選了這個《彷徨有一世紀》，其實這首歌呢是一首 rock 的歌來的。這首歌對我來說為什麼會是很深刻呢，就是我第一次嘗試rock music， 那就做了這首歌啦。還有這首歌是有一個很搞笑的，就是當時拿錯獎呢，我就拿了這首歌是金曲的。其實這首歌有兩次改編的，第一次我們的版本就是比較黑暗一點的，咁跟住今次就好清新嘅，咁即係今次一個感覺就係一首歌可以變化咁大咁樣。一個字好，因為其實我冇理嘅，我交曬俾馬友噶啦。因為我覺得佢中意首歌咧，當然我都中意啦。但係佢好有 concept of 諗呢首歌，咁我諗 OK， 我放低俾佢。其實今次成個依件事咧，我係從來未試過咁放手喎。我哋咧今日嚟到呢一個旺角行人天橋裏邊啦，咁就我就想做個街訪放喺呢個 documentary 裏邊。我想問一下大家，即係而家其實佢哋係咪淨係聽當刻流行緊嘅歌咯，定係佢哋都會聽一啲以前流行嘅歌啦？咁同埋因為我哋做好咗五首新嘅編曲嘅歌啦，就想俾大家聽一下，究竟睇下大家呢一啲曲風啱唔啱佢哋口味啊？大家中唔中意啊？叫佢哋俾啲意見我哋咁樣咯。咁係咯，喂，到啦，到啦。不好意思，可唔可以介唔介意做一個好簡單嘅街坊啊 ？Hello， 唔好意思，介唔介意做個好簡單嘅街坊？你哋有冇聽廣東歌啊？中意聽邊啲人嘅廣東歌啊 ？Mira 嘅都有聽。Mira。Mira 嘅歌。最近咪 Mira 咯。最近聽林家謙。林家謙係咪處女座嗰首歌？都有，之前嗰啲都有聽。你咧？最近聽過啲咩酒仙男嗰首啊，是當真嗰首，係是當真。咁你你細個啲嘅時候咧，有冇聽啲2000年嘅歌手？哇，咁我出埋年齡嘅喎，係。冇所謂㗎，我大家咁話。我係中意哇四大天王喎。陳奕迅咯。陳奕迅。哦。仲有咧，你咧？其實我中意黃婉芝嘅，不過最近少咗啲歌啦。係啊。基本上係。你講得出咩楊千嬅、武康嗰啲，全部都會聽嘅喎。哦，咁我問你一個問題，誒呢一張海報上面嘅人有冇邊個係識得嘅？呢個係咪馬天佑啊？其他嗰啲真係唔熟，因為個唔係好熟悉咯，首先都。哦。而且都冇乜接觸過，唔識。呢個唔係演員嚟嘅咩？叫咩名啊？我唔知道，我記得以前睇劇嘅時候見過佢。識嘅，啊講啲名字出嚟啊！張新月啦，啊改咗名啦，趙係趙仲宇，係反而佢哋唔同咗樣嗰下爭啲，我噏唔出嚟個名。呢個我知佢咩有個咩八字咩貴字啊，先生貴姓？係啊，先生貴姓佢哋黃家有名嘅喎，黃家。喂，可以啊，呢個咪邊個啦？關心妍咯，係啊，關高英喎，仲有谷。得超過親戚噶嘛？跟住叫咩咧？谷祖林係。你有冇邊啲佢哋嘅歌咧印象好深刻噶？佢咪兩種人咯。係啊，哇，係啊。佢係佢都有嘅，但我唔記得咗啲歌名。你有心關心妍應該聽得多啲。趙仲瑜嗰陣時有兩首有聽，但係突然間背唔到名添。有聽。張新月就係識嗰首。然後明知故犯。係。陳慧珊《苦口良藥》有冇聽過？有嚇，哎呀，《苦口良藥》嗰陣，我記得套嘢係講唔想傷害。你冇聽過？佢就都好多嘅。講一兩首。突然之間真係江山。
哇！點解你會識噶？放生啊！點解你會識放生嘅？學校有課。學校有課啊！哦，你幾多歲啊？今年十一。十一歲。編曲嘅歌嚟嘅，係你哋頭先其中噏嘅一首歌嚟嘅。咁你話俾我聽，呢一個風格，你覺得係咪你哋而家會聽嘅感覺咧？俾你聽下，好笑。我哋聽三秒。啲 feel 好似好 deep house 嗰啲嚟嘅，迷幻少少嘅。有嘅，我都覺得舒服嘅，做嘢有陣時會聽。我哋識嘅，不過唔記得歌名。非常出名，你真係明知故犯。哦，呢個係阿邊個嘅？馬來西亞好勁。係啊，啊係啊，許美靜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哦，好犀利喎！佢真係嗰個年代，真係好犀利喎，好好喎。你而家佢編曲係有啲似迷幻，同埋有少少係咪嗰啲 disco 舊時 disco 啦？即係將佢個原曲抌落去做嗰啲 mixing 啦。係啊，哦，係改咗嗰啲。係啊，改咗啊。哦。你聽過呢只歌啊？有聽過。覺得個感覺如何啊？好唔同咯，即係會好似將首歌再翻新咗咁樣，跟住有另一種感覺咯。係嘛？係。咁呢啲係咪會係你平時會攞出嚟嘅歌嘅款咧？你覺得？會啊，因為覺得即係以前舊歌嗰種感覺都會有啦，咁然後再翻新咗又會唱另一種感覺，另一種味道又會，即係又會覺得好有嗰種回味嗰種感覺啦，又會即係又有可以聽翻以前嘅歌之餘，又可以有一種新嘅感覺咁樣。咁你覺得你平時會唔會攞翻呢啲歌出嚟聽嘅？而家都有嘅，但唔係特別多，因為其實都仲有好多歌可以聽啊。咁有時電視台聽到嘅都會 call 翻可以聽翻呢啲舊歌。而家就主力聽 Mirror 啦，係多數都係。好啊，多謝你啊，多謝你。今日拍呢首咧就係越挫越愛極樂嘅。其實呢首歌我自己都好喜歡的，因為呢一首是我唯一一首很 dark 的歌咯。咁當年其實我自己都很喜歡，很開心有機會有呢一首歌出現。咁但係其他的歌路就完全不是呢啲。咁所以今天他拿了呢首歌，我都覺得有 taste。呢只歌係我諗賣友係好中意嘅，因為佢花最多嘅心血喺呢只歌度，咁所以咧我知道佢揀咧一定唔係揀我啲首本名曲啊剩啊，我有少少估到係揀呢只嘅，咁但係今次佢將呢只歌再重新著過一件新衫，一個新嘅 arrangement 咧，係我哋兩個都好 surprise 嘅，因為我竟然又唱咗另外一個層次俾佢啦，係喺我哋兩個都冇特別諗好多嘢嘅時候，我自己都未聽過呢一個嘅角色，但係佢就喺我嘅 library 度揾翻呢一個我曾經有嘅 character 去演繹呢一隻歌啦。有改編到嘅，重新去做過編曲嘅，因為以前嘅我哋嘅大孩子流行嘅時候係通常都比較 K 歌啊，大家鼓啊配樂啊好激動噶嘛，去到 last 嗰啲位置要個情緒嚟帶起嚟噶嘛。咁今次成個編曲其實有少少比較清新啲嘅，比較舒服啲嘅。咁所以就會有 ukulele 去做呢個 intro 帶入去嗰首歌度嘅。其實呢一隻歌都算係我好早期嘅歌啦。我記得嗰陣時，即係而家聽翻，我自己都好覺得好中意。其實即係雖然係之前嘅歌，但係而家聽翻又唔會覺得好舊咁樣咯。今次馬友真係可以同我多啲 interaction 啊！即係由個構思至到錄音，至到真係唱都有機會又可以一齊同場表演，咁我覺得好得意，因為依個好似一嚿冇出現嘅愛情，突然間多咗個即係個新男朋友咁嘅感覺，即係一個新嘅主人啊咁樣。咁同埋我知道呢首歌其實好多人喺卡拉 OK 都好中意呢首歌，其實我哋都好諗啊點樣可以令到呢首歌再一次。但是有新鮮感，而是而家世代的戀愛或者嘅情，咁我哋都想呢個整出嚟咁咯。咁我覺得 OK 嘅，我真係中意啦，係啊。我自己可能會覺得，我可能中意某個歌手而聽佢嘅歌，但可能嗰首音樂係會帶動到佢曾經經歷嘅時光噶嘛。即係我自己覺得，可能佢嘅曾經嘅一個時候，去聽我呢首歌，去遇到開心嘅、唔開心嘅、失戀嘅時候，可能。即係會回憶翻嘅時候，希望而家聽翻有曾經嘅經歷，亦都回想起已經過咗去好多嘢啦。咁
會勾起翻佢自己嘅記憶多啲。